赏心姑娘，你们天香谷是武林第一药王谷，而你们妇女又被江湖上视为天下第一神医，难道就没有办法救救青柳吗？天香谷屡受江家恩惠，青柳与我二人又是自小就相识，我若着实有办法，便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辞。只是你所练的残象神功非比寻常，况且如今你已经练到第九层了，内功之深厚实在并非我所能控制的，为今之计只有好生调养，确保性命无忧再做打算。我们武林中人失去了武功就跟废物一样，留着性命还有何用？总之无论等一下那异域女子武功如何，你都不可欺过中品，否则必定走火入魔。当然了，办法倒不是没有。伤心姑娘，有没有可能将我体内的内力先全数转移至另外一位武功高强的人身上，再通过慢慢静养取回内力，这样可否恢复武功呢？此举虽貌似可行，但极为凶险，每个人所练的心法不同，况且经脉所能承受的内力也是极为有限的。放眼江湖，能承载残象神功第九层内力的人着实不多，就算江爷爷也……这样吧，爷，武林各派都还在，我去安抚安抚。好爷。伤心姑娘，你给青柳先开个方子，让他好好调养调养。青柳怎么样了？他没事，只是受了些许轻微内伤，调理一下内力就好。满禅啊，你带伤心姑娘去药膳房学学她的方子，万一伤姑娘有事走了，你可以给青柳煎药了。是，伤心姑娘随我来吧。走吧，区区先听。这个伯爷锦心真是冥顽不化，咱们的人明明是救了他，他居然杀了咱们的人逃走了。其他武林中人可看出你的武功，对付他们还用不着咱们阴阳道的武功。不过这个江青柳倒是有点真本事，残响神功名不虚传。这个残响神功只是武药心境的意志威力尚且如此，可见练成武药神功真的可以称霸武林天下无敌。只可惜呀，武药心境已在我们手中，却迟迟得不到你爹的那八句秘诀。恐怕伯爷锦行这次逃出江家地牢，我们以后更难抓住他。当初要是被我练成这颗不灭丹，伯爷锦行就算知道那八句心法秘诀，也照样不是我的对手。11年了，何时才能练到第四层？华掌门，你能坐下消停会儿吗？转得我头都晕了。哎，伯爷锦行这个大魔头跑了，你说我还能坐得住吗？江盟主，神臂山庄多年为江湖之首，武林中人马首是瞻，
因此一直将伯爷景行囚禁于此，方感心安。如今伯爷景行从陈璧山庄逃走，已不知所踪，极有可能再次危害江湖。陈璧山庄是不是应该给在座的各位一个交代？今日之事确实是我陈璧山庄的疏忽，我现在就给各位一个承诺，就算搭上我这条老命，也会把伯爷景行抓回来。话是这么说，但是能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陈璧山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各位掌门，现在追究谁的责任也无济于事，眼下当务之急就是立即抓住伯爷景行。伯爷景行11年来不见天日，精神涣散，而且身体武功大不如前，相信他跑不了多远。如今唯一之计就是在江湖发布通缉令及诸位之令，将伯爷景行速速抓回陈璧山庄地牢。我呢已经安排下属在临安城四周张贴伯爷景行的画像，相信在很短的时间里伯爷景行就会有消息了。今日时辰也不早了，请各位前辈先到后厅用膳，今夜大家就小住陈璧山庄一晚，明天开始我们正式全力抓捕伯爷景行。其他倒没有，但他就是不肯承认，所以我想来问问您，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我父亲？这件事情从你懂事，我就说了无数次了。11年前雁荡山一战，你父亲被伯爷景行所杀，还杀了两个家丁，我也身负重伤，拼死才把他抓住。你行走江湖也不短了，你见过哪个恶人主动承认过自己的罪行啊？他伯爷景行要是肯承认自己罪行的话，你觉得他还会是这武林中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大魔头吗？想想吧。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上行，如果将我的内力先转移至另一人体内，再慢慢取回，这样可否有望恢复武功？此举虽貌似可行，但极为凶险。放眼江湖，能承载残像神功第9层的人，只怕不多。你这个小娃娃还算有良心，比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爷爷强多了。别逞能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不可欺国中鼎，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啊，不听师父言，吃亏在眼前。再说了，别说你现在内力全失，就算你安然无恙，也不是为师的对手啊。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长生丸的对手哟。小娃娃还学会顶嘴了，我劝你啊，还是快点放为师离开，等我高兴了自然会为你行功运气。放你离开？好啊，若没了长生丸，恐怕你今日踏出这个门也挨不过明日。无耻小儿，我看你是不想恢复内力了。你怎么能帮我恢复内力？那个女娃娃的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也不动脑子想想，本尊怎么说也是全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你们江家的残像神功也只不过是武曜神功里面的一种，而我可是先练武曜心经，又练8句秘诀。你想要找一个人转移内力，再一点点取回来，除了本尊，全武林唯一会武曜神功的人
应该没有第二人选了吧？你真的能帮我恢复内力？当然。不过，你们江家囚禁本尊11年，想要求我，总不能空手相求吧？你想要什么？哎，现在嘛，我饿了。其实也不饿，就是有点馋。我真想现在就把你送入地牢。你不会的，你知道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说你的条件。我需要1年的时间去搞清楚一桩陈年旧事。走火入魔并非一日可以痊愈，我保证你1年之后可以恢复武功。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最多不过我再回到这地牢之中，我已经习惯了。不过对你来说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江盟主？好，我答应你。不过这1年里，你必须随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如果你能做到，就可以答应；做不到，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地牢。成交。对了，还有一件事，我爹的死，你必须告诉我真相。夫人。还是没有消息？没有。哼，不愧是伯爷景行啊，被关了11年了，一逃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各关口要道都安排了人，凭他现在的情况，谅他也逃不了多远。他不想来，就证明他也有想找的人。想想他会去哪儿？他要找谁我不管，但是我要找他报我的杀父之仇。对，杀父之仇。清流，我是婉婵。清流，清流。婉婵，你怎么了？出了这么多汗。我刚刚出去散步了，所以出了些汗。我还以为你在书房，我刚想推门进去，丫鬟们说你饿了，我就给你准备了点心，我给你拿进去吧。刚好饿了。对了，婉婵，我今天晚上还有些事要处理，会忙到很晚，这个我留下，你先回去吧。那你今晚回不回房睡？婉婵，你也知道今天庄里出了很多事情，我还需要连夜处理一下他们，估计会忙到很晚，所以我今天就打算在书房睡了。你呀，赶快回去吧。那我先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好。伯爷景行，伯爷景行，你真的是伯爷景行？本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洗干净了还是伯爷景行。夫人，这是您最爱吃的青菜，对身体好，您多吃点。清流怎么还没来啊？回老夫人，少爷身体有些不适，就让你们先吃，不必等他了。清流又有哪里不舒服啊？少爷说身体有些乏困，不想走动，晚饭已经嘱咐厨房直接送到少爷房间里了。伤心姑娘开的方子
按时给少爷煎服了吗？回老爷，少夫人每天都按时叮嘱厨房煎药送去给少爷，只是……只是什么？只是少爷今日有些古怪。有何古怪？就是今日少爷忽然食欲极好，也是忽然极好，一日三餐全部吃完之外，还要备些茶点吃。能吃是好事，晚禅，一会儿你去看看清流，为人父要知冷暖，多说说体己话。是。你先下去吧。啊，少爷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是老爷。哎，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如今孙儿的身体又成了这样，这是要让我们江家绝后啊！算了，吃饭。这么多好吃的都没有合你胃口的，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功疗伤？这么着急啊？我还以为凭江盟主的功底至少还能挺个一日半日。少给我废话，我看你是开始怀念你的地牢生活了是吧？不行不行。拿来吧。你还要什么？长生丸啊。你不是要疗伤吗？你忘了是谁把我变成这副体弱多病的身体了？要不是为了长生丸，你以为本尊还需要躲在你这副破瓦下？我说你有谱没谱啊？轻生浊将，气归旗下，会阴上提，气生于底，呼气顺畅，气沉丹田，调整内心。如今我已将你体内三分功力传入到我的体内，按照你现在的承受能力，应该安息调养，待三日之后我再取你两分功力。好。谁？少爷，是崔雪。何事？前边传话说是老爷在书房找你有事商量。退下吧。是。爷爷，你有事找我。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爷爷是担心，想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爷爷放心，孙儿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伤心姑娘开的方子都按时服用了吗？都按时服用了。那就好好休息，养好伤，尽快恢复功力。现在你已经是武林盟主了，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好。对了，爷爷，有件事想问您一下。啊，说吧。伯爷景行确定是个男的吗？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对了，金风雾传来消息说阴阳道已经动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在他之前抓到伯爷景行，这样你的武林盟主地位就坚不可摧。好，赶紧去养伤吧。那孙儿先退下了。少夫人，
少夫人好。清流在书房吗？刚才老爷找少爷有事，不知道回来没有。这个药先给我吧。不用了，我自己送。哦。有点意思。似你一死，整个江湖唯我独尊。各大门派的掌门都已打道回府，您二位却一大早就来找我，怎么？昨夜在山庄做了噩梦不成？伯爷景行是在江盟主眼皮底下逃之夭夭的，不知道整个陈璧山庄昨夜休息的好不好。那么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落井下石的？老盟主，我们听说新盟主身患重疾，特意来看看。习武之人略有小恙，不足为奇。至于伯爷老贼，我和清流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不日便可取其项上人头。伯爷景行虽然被关了11年，但是凭他的功力也不是白给的。如果抓不到怎么办？那百里掌门想怎么办？如果我抓到了伯爷景行，那五行龙印是不是就是我的？那就得看百里公子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好，就等老盟主这句话。如此，老盟主告辞了。总客，宁霄，你看这百合前几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今天便已经开花了。多采点，奶奶最喜欢百合花的香味，说是清香淡雅。小姐，老夫人都那样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好？奶奶那是为我好，为江家好。你现在不懂，等你哪天嫁人了便明白了。我才不想嫁人，万一遇到个恶婆婆怎么办？不许胡说。宁香宁愿一直都跟在小姐身边。傻孩子。这位公子，公子是否是迷路了？夫人果然好眼力，不知夫人是？你连我家少夫人都不认识，这位可是新任武林盟主江清流的夫人。哦，原来是江少夫人。在下初来乍到，一时眼拙，没有认出，恕在下无礼了。公子不必多礼，如果公子是来这花园赏花的，请自便。如果是迷了路，妾身可为公子指引。这个不知公子有何事？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啊，清流怎么将这房中之事也讲于公子听啊？至于我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早年清流兄游历江湖，义薄云天，我们私交甚好，所以他曾请教过在下，我也答应过他，这事儿啊，我帮定了。那你怎么帮啊？在下认识一位神医，保证夫人的心结药到病除。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夫人如何找到这位神医，只是……只是什么？不知夫人可否也愿意帮在下一个小忙？主人乃分内之事，婉婵当然愿意。好，是这样。清流兄曾说过，江家祖传的长生丸可以让人容颜永驻。在下家中有一老母，如今重病缠身，只想在临终前能够暂保容颜。不知夫人可否愿意替在下寻得几粒，让家母能够得偿所愿，也让在下能够尽一份孝道。公子的一片孝心让婉婵敬佩，只是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长生丸。既然清流向公子提起过，那公子为何不问清流索要？哦，是这样啊，区区几粒长生丸，在下实在不便麻烦盟主费心，毕竟这武林中的各种大事已经让盟主够忧心的了，况且盟主现在有恙在身。嗨，这样，今晚戌时就在这花园门口，我会带着这位神医前来，到时候夫人可一定要拿着这长生小药丸来见我。可是妾身从来没有见过长生丸的模样，怎么办啊？嗨，就是一种血红色的小药丸，夫人可一定要来啊。哎，公子。老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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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老贼，你就不能好好的待在屋子里吗？哎呀，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顺便参观参观你这陈璧山庄，果然是武林豪门呐。气派。你有没有遇到别人？嗯，没有。景公子。哎，少爷，您醒了。公子，这是您的茶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啊，少爷，景公子说救过您的命，那对我们江家来说就是我们天大的恩人。景公子啊，大恩人啊，不敢当不敢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嗯，小姐怎么了？啊，我看您心绪不宁的样子。啊，少夫人，宁香，你先回去吧。我突然感觉到有点气闷，想在这里透透气。那宁香在这里陪着小姐吧。啊，不用。你先回去备着沐浴的热水，我一会儿就到。是，那这灯，你拿去吧。那少夫人早些回去。这里蚊虫众多。啊！公子不是说在后花园？我是怕天黑夫人不方便，就自己找来了。哦，怎么样？药找到了吗？
这是我从草药阁李伯那里要来的，知道是不是？哦，神医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就照着这个地址去找，就说是一位姓景的公子介绍的就行了。咱们的交易完成了，少夫人早点回房间休息吧。江家小儿，兵不厌诈，今日就让为师好好跟你上上最后一课。又干什么？那个图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不是，你说什么？啊，出厉害！管你了！哎，这人谁呀？是谁？师兄，我说是你的男神伯爷景行重获自由了，又不是你重获自由了。你在街上瞎飞什么呀？你懂个屁！啊，这可是我等了11年的男神呀！啊，苍天不负我蓝山客呀！